新世界同港铁旗下沙田大围站上盖柏奥庄一，命名理念来自田庄同埋园林，项目单位嘅风格当然都离唔开庄园。交楼标准单位仲附有好多贴心嘅设计，即刻同大家参观一下。踏入单位，已经感受到发展商营造农场庄园的感觉，因为单位的门都是以直间木纹设计，感觉悠然舒适。客饭厅以长形开即，外连露台，玄关就设有全身镜，方便住户出门之前整理仪容。厨房在大门口的左方，厨柜饰板同样以直间木纹设计，贯彻单位的风格。吊柜和地柜中间的墙身设有新世界首次为楼盘推出的磁石配件，住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摆放吊架、计时器或者是收纳桶等等。右方的走廊可以通往三间睡房和浴室，浴室的墙壁以蓝绿色配衬浅灰色，摩登典雅。浴室附设两项新世界推出的全新设备，包括面盘小平台，除了有收纳空间之外，亦都方便小朋友使用面盘。另外还有这个三合一洗缸烫组合，住户洗完身之后就可以将衣物晾在晾衫架上面，再配合浴室补晾干衣服。主人房外连工作平台，有助通风，亦都预设凹位，住户可以摆放大衣柜。主人浴室设有浴缸，适合喜欢浸浴的住户。另外两间睡房开即同样方正，宜于摆放寝具。